邮储银行亮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今年二季度41只银行股中有25只被北向资金增持，还有39只被基金加仓，市场资金对银行股的热情有所升温。邮储银行二季度目前十大流通股东图片来源 WIND 天眼查数据显示，腾讯网域计算机网络是一家腾讯系公司，经营项目包括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、销售等，该公司还是唐安基金销售、微众银行的大股东。 WIND 数据显示，今年二季度A 股41只银行股中共有25只银行股被北向资金增持，占比超60%。